社区的所有家家户户的人都得到我的功德，愿这个社区的每一个土地神、树神都得到我的功德。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念一个钟头，多慈悲啊！是。问题是你要不要这样修啊？啊，就是哦。说你在做每一件事情，比如说我现在诵地藏经了，你也我可以以。前都以为这是形式主义。没有，这是真的，万法唯心造。比如说我要诵地藏经之前，我一定先念，我有一个钟头。我就我今天要诵地藏经，愿第一头，你可以念，还没开始念，我就可以已经一修悲心修一个钟头了，因为我要开始念了。就像他们要摄影，你看从下午忙到现在，对，功德不是现在，所以我常跟我们摄影师说，你们下辈子一定帅得不得了，要聪明得不得了，都是正法，而且多少人看你们功德超过我，我不过是电视上的一个东西而已，透过摄影机，透过没有，网法络，师太谦虚对不对？才是真理嘛。所以问题是。是说。他从开始作业到现在都是在做功德，都是在做功德。虽然很累，但是很有意义。就像你一样，就是说今天下午我要来，你也要提早来作业，想想要问什么。那个时候你已经在积功德了。我只是想大家想提对，的问题。因为你在想的是大家，不是我老。你只要一直被别人想，后面的财神就一直来慈悲嘛，后面的福报就一直来。我们关心别人的小孩子，你的小孩子长大一定很乖。因为你在关心他们，我们关心别人的爸爸妈妈，你的爸爸妈妈一定会很好。所以佛教要我们做什么事情的动机一定要为众生，最后做完了更要回向给众生，不执着给我爸爸妈妈，当然最后一定也回向给爸爸妈妈。所以我想，那当然回向就可以讲一部经，佛陀在各种经典讲我们回向的方法。那所以这一点还是要。老实说，来到美国人应该都是知识分子，特别年轻人。对，真的花点时间看看佛经，现在佛经还免费，还拜托人看，对不对？你看这些素食店都挤得满满的，人家都不拿。真的，我是最聪明的，所有我都把它看完了。哇，因为我觉得这个是真理，我不要浪费，我已经浪费了半辈子了，我不想再浪费了。对，感谢法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总结。法师，我们刚刚两个最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就是所有事情都反作用力，与其去抗拒它或想要期待改变这个作用力，不如去反过来思考，直接去比如说希望人家喜欢你，你就先去爱别人；希望人家找到男朋友、找到女朋友，就去佛前供花，这些都是反作用力，反着想，先不要想自己，先想别人。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最大的法宝啊，就是八关斋戒。如果守一日一夜八关斋戒，就是杀盗淫妄酒，不去消遣，就是娱乐，不睡高馆大床，不香花涂身，就可以得20小劫的天人福报，叫几百亿年啊，我也算不清楚。第三个大事就是做事情要回向，超度祖先回向，对自己人生会变得更顺。那法师有没有什么事情来跟我们再开示一下？首先，我要随喜我们。马正义菩萨的慈悲，阿弥陀佛。除了家庭事业在努力以外，进一步能够关心众生、关心社会，就是说懂得佛法。所以我心里一直期望，不但是马先生，就是各位，你现在在看网络，你也是关心众生的，就像关心你自己。所以为了别人，我们要多一点了解真理。为什么可以帮助像马先生的小孩子还小，小学，太太还年轻？父母都还在，那你懂，你就可以帮助他们，因为他们如果平安，你就平安了。对，意思是说这个关系很好，那如果利用这个关系，也让别人有机会得到快乐。对，那为了要让别人得到快乐，所以我要把自己塑造一个模范的人格。模范的人格，特别是华人，我不需要跟你争权夺利，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模范的人格。我们华人千万不要再。我是说，少数民族来讲，我看不起自己，因为我懂得佛法，我太宝贵了，但是你们不知道啊，哦，在美国，他们一直在评最强的国家、最先进的，对，但是很可惜，那个都是一个表面，一个暂时的果报，因为他们不了解来世怎么样，所以那我们都知道了，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关心社会。一起关心父母，一起关心家庭，一起关心国家。那为了要关心，那我们一定要负一点责任，不能拿个针就乱打针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去亲近善知识，
或是自己多看佛经。释迦牟尼佛说，就算没有法师，你只要看佛经，按照戒律去做，也不会走错路，就可以碰离开很多邪师了。那你如果看了佛经又守戒律，那你自然就会碰到好朋友，好的道场。所以当然透过电视网络也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道场，所以我们在这边希望，我一直跟马先生说，我一年才来一次旧金山，搞不好不见得每年来，但是像您在这边，那你就要负起一个责任。好重的，好重的担子。为什么？因为上有老，下有小，有职员，有员工，还有20间学校呢。对不对？有这么多员工、学生，还有很多社会关系。什么叫智慧？该做的一定要去做，不该做的不要做，叫智慧。会伤害自己，会伤害别人，千万不要做。能够帮助别人，又可以帮助自己的，一定要去做，这个叫智慧。那我们听了佛法才知道，当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能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对不对？那既然要办教育，那家长就是希望这个小孩子除了会读书有成就，又能够做一个好人，那我们要对他整体关怀，是也让这些家长都知道，你送到我这个学校来全包了，我把他当作我的儿子来看，不是灌输他宗教信仰，是他要信天主教基督教，我们要的是精髓，而不是排斥，你都可以随喜你去信仰，只要你升天，是只要你快乐，现世快乐，来世升天 OK。 那我想我们必须负起一个责任，那我想做家长的，刚刚讲谈到家长跟子女问题，因为你家长没有了解，所以你就随便做一个决定，到后来再后悔，对。那我想那现在来得及补救的，我们就开始去了解，去沟通，去站在对方的立场，夫妻之间永远要站在对方的立场，那就可以改变。愿这两个钟头对我们自己，对父母，对周遭，对世界都有帮忙，只要我们去实践佛的思想跟行为，实践，而不是这个叫修行，而不是光听光讨论，是要实践。所以最后我们来回向，要把这个功德回向来，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我等与众生皆得听闻佛法，皆闻听闻佛法，深信因果，深信持戒布施，持戒布施法菩提心，法菩提心同成佛道，同成佛道，愿往生者超度，愿往生，愿现世者平安，愿小孩子守道德，愿老师有思想，愿父母能够了解佛法，愿一切满愿，愿一切满愿。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谢谢法师。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1月30号星期二，念贤节千佛，持斋除罪1000节，下午2点，屏东恒春朝音寺点万灯供万水，要供暨慈悲超度法会。联络电话088895787，0755569911。1月31号星期三，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200节，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倍。月全食，善行与恶行成7000万倍。上午8点半，屏东恒春五公寺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要供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888895787。
二月一号星期四，尾牙酬谢福德正神，月全食，善行与恶行乘七千万倍。下午三点及晚上七点，屏东艺术馆慈悲讲座。联络电话：0875160018。二月三号星期六，念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持斋除罪九十节。龙清八尊者圆寂日，观世音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一百万倍。上午八点半，福城高中活动中心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济甘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755699111。二月四号星期日上午十点半。台南麻豆护生园岁末祈福感恩点万灯供万水祭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657191119、0621311112。二月六号星期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一亿倍。上午十点半，嘉义慈悲湖点灯祈福慈悲感恩法会，点万灯供万水护生祭慈悲施食，联络电话0522255888、0521667000。二月八号星期四，兼斋菩萨圣诞，念卢舍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除罪一千劫。上午十点，台中五方讲堂岁末感恩消灾祈福护生点灯供水药供暨甘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422389987。二月十号星期六，天神下降日，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十万倍。上午十点，苗栗弘法禅院岁末团圆护生点灯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379915113。二月十一号星期日上午八点半，新竹中埔里里民活动中心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353373368、0365703385、0351658322。二月十三号星期二，念阿弥陀佛，持斋除罪九十节。上午八点半，桃园乐善寺活动中心八关斋戒护生点万灯供万水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联络电话0334776666、0333105553。二月十四号星期三，华严菩萨圣诞，念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持斋除罪七千劫。下午两点，台北生命道场心灵讲座，联络电话0225509900。二月十六号大年初一星期五，弥勒菩萨圣诞，念定光如来，持斋除罪四十劫。佛陀神变节，一月一号至一月十四号，神变月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一百万兆倍。上午九点，新店大明讲堂庆祝弥勒菩萨圣诞新春开始十供养暨护生法会，联络电话0229178855。敬邀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